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妙云集里面的摄大圣论讲记。好，因为讲到第九章是比果智，所谓比果智就是成佛以后的什么境界，对不对？所以呢，第一节里头是不是出了体性啊？出体性就是在讲成佛之后的体性，那么就以三身来说，对不对？好，所以这三身来说的话呢，也就是法身、受用身跟什么变化身。那么也等于说成佛的当下，成佛之后呢，其实佛陀就发现说，哦，原来佛陀所成就的这个法身不是到成佛之后才成就的，其实无始劫以来是不是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常说要续佛慧命，要延续佛陀的什么法身慧命，那是不是我们这个时候也其实也具有法身，只是我们还没验证到。所以佛的法身是无始无终以来就有，而且这种法身呢，其实只有佛佛道同，佛佛自己能够受用。因为我们没到这里的境界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受用不到啊？唯有成佛以后他才能够怎样去受用到，所以他属于自受用身，又叫做自性身。这个自性身也相当于是什么法身，他非常的接近，但是说他完全一模一样倒也不尽然了，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是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嘛，这个自性身是转了什么，转了阿赖耶识才成就的，受用身是转了什么前七世，转转世啊，转转前七世他才成就的，他又有差别。那法身他是转什么八世共同转啊。好，那既然有自受用呢，其实佛陀也不是只有自己来受用就够了，所以佛陀就会希望有一些什么他受用的部分。那他受用的话就是登地以上的菩萨，因为登地以上的菩萨他起码证了法身了，对不对？已经分证法身的状态啊。那所以他分证法身，那么其实呢他的这种算是悲智双运啊，悲智双运跟福慧具足是不是毕竟会比较怎样相应相契，所以呢这种受用身又叫做圆满报身，又叫做圆满报身，这个是分给什么登地以上的菩萨可以去受用到。那对于我们这些凡夫呢，佛陀就用什么变化身。所以呢属于受用身跟变化身都是佛陀为了化他而设的，是为化他哦，对不对？为了度化这段的众生，还有这段的众生。那这个以下呢比较度化不到了，因为要发菩提心是不是才能够跟佛陀相应啊？如果是外道或是什么呢，是不是还是相应不了？佛度有缘人吗？是不是要这个以上才有缘啊，发菩提心吗？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是不是才有那个缘分呢，才度化得了？这个以下呢佛陀只能去怎样
去救济去拉拔是可以了，也是还有机会啊。因为佛陀我们前面也讲嘛，其实成佛之后他是不是一直在做 五业啊，包括外道，包括恶道，三恶道众生，佛陀是不是也一样去救济啊？只不过呢对我们这个在修行上面的这些法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要发菩提心以上的法才能够怎样接受得了哦，也才能够接受得了。好，好，那我们在第四项哈，也就是第541页啊，解释受用身跟自性身是不一样的。非有没有？它是不是不大一样？因为它范围不同啊，它受用的那个程度也不一样啊，哈。好，所以说何故受用身非即自性身？有六个因。第一个呢，色身可见故啊。好，好，那我们来看哦，在解释也讲啊，自性身者为诸如来的什么法身，所以其实自性身相当等同于法身，除非去做细分别的时候，它还有些些的不同，但是大体上它是非常相同的。因为也是透过他自证之后所形成的哈。好，那这里哈说谈法身的时候是开显佛陀的全体大用。法身哈，因为呢我们的受用身跟变化身是不是都依在法身，因为具有了法身之后才有什么变化身哈，受用身跟什么变化身那如果把自性身跟受用身来对谈，它其实是一种对谈。为什么说对谈呢？因为自性身比较属于什么自证，那受用身是不是属于什么化他？这样懂吗？这边是自证的，自性身是透过自证而圆满的那么这个受用身是不是就是化他的，所以叫做他受用嘛。自性身其实是自受用身。他是去相对出来。好，所以呢这里要讲的就是说受用身所以不是自性身呢，是因为有六种因。第一个因呢就是受用身是有色身可见的。的这个可见呢，见不是单单用什么肉眼来见。而是说可以了知，也叫做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讲，如果单用眼睛看，那不过只是肉眼见。其实我们学佛不是限于肉眼见啊，对不对？甚至觉得肉眼见是不是还是不够实在的？我们不能只有看眼前的。那要去了知为什么会有眼前的现象。那是不是就要去了知啊？因缘法就不是用肉眼见，而是什么？慧眼。所以连慧眼见也叫做见哦。这样懂吗？所谓的见不是只有不是只有用肉眼，应该更进一步就是要用什么？慧眼。要能够理解慧眼。那如何理解慧眼？我们的慧眼要建立在哪里啊？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所以呢，我们所谓的这种受用身，其实它的色身可见的这种可见，像我们凡夫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无法用肉眼见，但是如果是登地上的菩萨就有可能，因为那个是献给他们等于是可以让他受用的嘛。那当然也包括那圣者以上呢，他还是可以用慧眼见但是呢我们凡夫就不可能用肉眼见，那个这个不是我们见得来的，但是我们确实有机会去怎样了知比方我们现在就是透过听经闻法的方式，对不对？引经据典有诸佛菩萨
不仅佛陀所说的经典，还包括菩萨所造的论典。哦，龙树菩萨，哦，像无着世亲菩萨，是我们都称他们菩萨，对不对？哦，乃至应顺导师也可以称应顺菩萨，是不是？哦，导师也是如此的来教导我们嘛。哦，好，好，所以呢，这里的见就要有一个观念，就不是只有用肉眼。哦，那诸佛自觉有没有极？哈，在倒数第二行哈，极至极理，容然一如。所谓的诸佛自觉或者圣者自觉，其实圣者本身就有自觉的能力。哦，那为什么有自觉的能力？其实就是去验证了什么真理的现象，所以他极至极。极至极理啊，容然一如，它是能够怎样容然一体的。哦，所见的色身只是诸佛应机，哦，然后众生随自所能见的，是可以有机会见到什么圆满报身的这种，哦，属于受用身，佛陀的受用身是有机会见到的。但是如果是属于法身或者自信身，那是没办法看的，看不到他的那个庄严的景，不是那种我们想象的那种庄严景象。因为所有的法身是不是就是尽虚空界的这所有一切，啊，自信身也等同。 所以呢，法身为一切法一嘛，一切法是不是不离于法身，是体用无碍的，所以可以说是有色身。哦，但是如果偏取自证的自性身来相对着化他应现的二身来讲的话呢，那就不能说他是有色相的。哦，因为自性身的话会比较是佛陀所自证的那个身，那真的不是我们所能够见得到的。哦，那这个就是受用身跟什么自性身的差别，一个是可见，一个是什么不可见。哦，第二个呢，无量佛呢众会差别可见故。哦，也就是所谓的受用身呢，有无量彼此众会差别当中呢，其实也是有机会看的。哦，比方我们说诸佛，尤其是大菩萨们，他们是有机会看得到的。哦，受用身，尤其第三个有没有诸大菩萨在同样的一个会法会当中，他们可以见到受用身。但是每个诸大菩萨呢，其实也有他们所看到不同的，因为他们圣解的程度不同，所看到的受用身也会不一样。所以呢，像这导师也举嘛，哈，《密集经》里头也讲，有见佛陀。哦，大菩萨们有的见佛陀高如须弥山王，有的见到佛陀身长有千里百里之大。所以受用身的自性是不定的，因为受用身它是为了化他而现的，那就看是什么样子的大菩萨看的。其实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所看到的那个佛身也不一样，佛的什么受用身是不同的，所以呢，他的自性是不定的，受用身反而自性不定。哦，第四个呢，一一众生呢，他也是别别而见，自性变动，因为他自性不变嘛。哦，随着每一个众生他的根性不同，他的那个果位不同，所看到的什么受用身就不一样。哦，但是呢，如果是以佛陀的自性身来讲的话，是湛然常住，是不能由此被演变的。哦，这个也是他们之间的不同。哦，所以自性身它属于什么？湛然不常住，它是比较稳定的，而他化哈，属于化他的部分，他是不是就要跟什么看是谁看对象啊，什么样子的菩萨看到什么样子的佛身。但是菩萨也看不到佛陀的法身啊，
登地以上的菩萨，大菩萨哈，可以看到佛陀的什么受用身，受用身可以哦。那第五个呢，受用身他所住的这个净土来说的话呢，那么其实也是啊，包括了声闻缘觉的这三圣，还有呢属于诸天人等的种种友情都有，而且众会兼杂可见啊，因为这个是透过化他视线才产生出来的啊，也就是因为它是相对出来的嘛啊，佛陀让这个啊，等于是让有情众生，尤其是大菩萨以上，可以看到佛陀的什么圆满报身的意思啊。这个受用身是不是就是圆满报身啊？好，那当然也建立了他的这个依报，不仅看到他的正报，因为这个正报不会是单独存在，正报是不是也要放在依报上头啊？所以在依报里头也变成说，哎，只要那个善根因缘够的话呢，那也有机会去看到啊。尤其像我们说，哎，声闻缘觉也有可能啊，因为声闻缘觉是不是属于圣者以上就有机会看到？他还是可以看得到哦，哦，乃至于那个天呐、啊，天道的众生也有机会，透过他的神通也有机会，哦，所以这个，但所以呢，前面所说的叫做法身净土，是从什么自证化他差别的见地来看，只是什么受用身，哦。前面我们当然也讲过法身净土啊，是由佛陀的法身那么所形成的这个依报，但是如果详细的来讲，其实这个是不是透过自证化他所形成出来的受用身的这个大地了、哦、那么跟那个法身呢就会不大一样。所以呢这里也讲，如果把法身跟自信身看成同一个意义，那前后就有点矛盾而不能同视。所以我们就在讲嘛，这个法身跟自信身是非常等同，但是如果细分别上，其实他们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好，那这种差别呢，其实在第476页也可以看得到嘛。哦，第476页，我们看到个法身，从左边看过来，有没有？法身它是不是转八识所得的？哦，但是自信身呢是转什么？赖也。受用身是转转世的，也是转前七世的意思。它是大地菩萨才能够见得到，也就是登地以上的菩萨，而我们这些凡夫小圣所见的就是什么变化身而已啊。哦，但是自信身只有佛陀才见得到，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自信身跟法身还是会有差距啊，还是有些许的不同，那是细分别上的，这样理解吧哈。好，那第六呢，转赖也啊。赖也是转依得自信身，有没有？诸是转依是不是得什么受用身？就是我们刚才看的476页这个嘛，对不对？自信身是不是从转赖也而得啊？啊，受用身是转什么诸是而得？如果说受用身即是自信身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因为它的来源不同啊，所以。受用身不等于自信身。哦，第543页有没有？所以佛的什么自信身不是受用身，它是不是有差别的？哎，但是呢，佛陀的自信身非常等同于什么法身，却又还是有些许的不同。哦，有时候简单的讲就是说，哦，自信身就是法身，对不对？但是如果细讲呢，它还是有一点差距。哦，总说呢，第四项是不是就是在解释说受用身并非什么自信身？哦，好，那第五项呢，解释变化身
也不是自信身，那这个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受用身跟自信身比较接近，是不是？变化身跟什么自信身的距离远一点了啦。而且变化身是我们凡夫小圣可见的，哦，像受用身是我们不可见的，哦，好。何因变化身非自信身？啊，是什么道理？哈，什么因缘讲说变化身不是自信身？它有八个因，啊，有八因，前面是六因，对不对？现在是八因，啊，好，所以第一个呢，为诸菩萨从久远来得不退定。于都时多及人生中呢，不应道理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解释这里哈，第544页。小圣学者多以变化身为佛的什么自信身。好，为什么？我们刚才也讲嘛，凡夫小圣所见的缘故。所以呢，就会认为哦，变化身就是佛陀的自信身。其实这个是不够周全的了，对不对？哦，因为变化身不过只是让凡夫小圣来看呢，那自信身它的范围是不是大得多了？哎，好，那这里依八相成道的化身，那么举了八个理由，说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哦，第一个理由就是从天，从这个叫做什么都，都使多天来，都使多天哈，从天，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以悉达多太子的身份化现在人间之前，那么是从啊都多天哈，都使多天呢？那么退末然后入胎受生的，哦，因为佛陀的一期应化指的是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在印度的化现嘛。那释迦牟尼佛之前我们就说称为什么释迦菩萨，哦，那菩萨释迦菩萨本来在都使多天，后来因为因缘成熟了，所以就从天，从都使多天怎样缘灭，然后就乘着白象降生人间来入胎缘生。那边是为了缘灭之后才能缘生啊，哦，那这也是小圣学者所许可的，哦，因为这在本身坛上，哦，在本身坛里头就讲到，哦，好，那菩萨从久，其实呢，我们说菩萨其实，这里菩萨指的就是释迦菩萨。释迦菩萨其实从久远劫以来，早就已经得不退定了。为什么他还在那边，哎，好，等于是还在那边变化，不退定，等于是他可以安住在那个定当中，其实他可以不做这些变化的。哦，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他的缘灭乃至到他的缘生？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不定的？不退定是定哦，对不对？那缘灭又缘生是不定的，那这是不是有点矛盾了？这样懂吗？不退定是不是在定当中啊？久远劫来其实他哦，释迦菩萨是可以在定境里头保持在定境当中的了，可以不用在那边缘生缘灭，哦，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他在天，哦，在天道的缘灭之后在人道的什么缘生，那这个是不是就不定了，反而不定，哦，那这个不就是矛盾的吗，哦，所以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就是讲说在都使多天跟人中，哦，来受生，这个是什么变化身，
而我们讲的说啊，菩萨久远劫来的那个是什么？受用身，那是佛陀的受用身。而我们凡夫所看到的是不是就是变化身呢？也因为它变化身，所以它会变化嘛，它会在那边圆末、在天道上的圆末圆灭之后，是不是在人间的圆生啊？这个是要变化身。所以变化身、变化身呢并非什么自信身呢、那么久远菩萨久远劫久远来的得不退定，也可以说是什么自信身，佛陀的自信身、佛陀的自信身呢，那么是应该、是湛然常住，对不对、湛然常住，所以呢不应该起这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什么？佛陀的变化身，这样懂吧？我刚刚应该修正一下哈。菩萨从久远来得不退定的是什么身啊？自性身，对不对？自性身有一个特质，在第542页的246第七行，自性身它是不是湛然常住？它不是随便在那边演变的，这样懂吗？受用身也是会变的，它的自性不定嘛，受用身是不是自性不定？所以会别见到受用身的自性在变动。而佛陀的自性身来讲的话，应该是湛然常住，是不能由此演变，这样理解吗？所以回到我们第544页，菩萨从久远来得不退定，指的是什么？自性身。而在天道的缘灭到人间的缘生，这是什么？变化身，并不是自性身，这样懂吧？这是不同的哈。好，那第三个音呢？前面两个哈，前面是两个音，第三个音哈，就是在受学受欲相上面来讲啊，因为菩萨过去生曾经在燃灯佛前有没有蒙佛受记啊？那得无生法忍，就知道他的宿命，所以他从久远劫以来，其实都能够忆过去哈数世劫以前的什么过往，那么他所以前所学的这一切了哈，所学的这一切呢，其实这个他还是能够怎样有记忆的。却是菩萨的，那么我们看到的释迦牟尼佛在成佛之前，是不是也要透过学习啊？那么也在宫廷当中，是不是也受欲啊？却是看到他是不能正知而重行学习，再受无欲啊？那这个是不是觉得好像不合道理啊？那所以呢，我们说菩萨的这种从久远来的常能忆速往的这种能力是什么？自性身，自性身。那么现今现出好像那些记忆都没了，又好像又从头来，还需要再去修学，跟常人一样也是受用五欲，那可知这个是什么？是不是变化身，而不是佛陀的真身？所谓的真身就是自性身。佛陀的自性身其实是久远劫以来以前所学的，其实佛陀都记得的，指的是他的什么自性身。那佛陀以释迦牟尼佛的方式来示现的时候，他是不是还要跟我们跟常人无异啊？
为什么？因为要与我们共业，是不是才能够共住啊？哦，要跟我们常人一样啊，这样子才有机会学习嘛，哦，才有机会跟他学习。哦，那第四个因呢？哦，就是他的出家相。哦，那么就讲到菩萨其实久远劫来也知道什么是恶说法教，什么是善说法教，其实早就知道了。却是佛陀在成等正觉之前，是不是也是到外道外、哦、也是跟外道在学习耶，学习什么禅定啊、哦、修禅定乃至于修苦恨，后面、哦、修行苦恨有没有哦，那这里跟外道所学习，其实就是在学习什么禅修、禅定啊，哦，学禅定。那所以这个不是佛陀的自信身，而是佛陀的什么变化身。第五个呢，修苦恨啊、哦，苦恨呢其实也不是正啊、哦，非正行啊，所以叫做邪苦恨啊，哦。也就菩萨应该从久远来已经善知三圣的正道啊，已经都知道了，怎么还会跑去修苦恨，然后再放下再放弃，对不对啊、哦？可见那个是什么变化身所使然。所以呢，变化身是有他的起始跟他的结束，对不对？有他的成等正觉到什么入灭，是不是有生有灭啊？那在这种有生有灭的变化身是针对我们这些凡夫小生、哦、所以这个都是什么变化身。如果是自信身呢，就不用再经过这些，但是自信身我们又看不到，是不是就学习不了啊？我们不能从空而学啊，对不对？所以佛陀必须要化现什么变化身来度化我们。哦，好，那第六个因跟第七个因呢啊，就是在讲说佛陀啊、菩萨啊，这个都是在讲菩萨。为什么？因为这都是在成佛之前的就称为菩萨啊。菩萨呢在因地当中曾经遍于百居其啊，就是万亿的旃檀部洲，去布施持戒行道教化众生，对不对？在《妙法莲华经》是不是也如是的说啊？哦、佛陀那个佛的弟子不就哎，谁不是就提出疑问说，哎，佛陀纵然在我们这娑婆世界才成佛几十年而已啊，竟然他所要的这些菩萨可以从地涌出那么多那么多的什么？菩萨、哦、那佛陀就讲他不是这四十几年才成佛的，他其实久远劫早就已经怎样成佛啊，早就在那边教化众生啊、哦、他不过只是其中的这 一个部分、哦、这个化现成变化身来度化我们，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变化身的这几十年而已啊，对不对、哦，所以呢我们只有看到的是在一个南瞻部洲里面来成等正觉，来转正法轮，我们看的是不是很有限啊？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果位有限嘛，我们所见的只是这样。但是在理论上既然成佛的话，他已经不知道在多少的地方早就已经哈、啊，这个去透过行菩萨道到什么成佛、哦、而且呢这个像变化身来讲的话，所见的是不是有限，只看到一个变化身，不会同时很多很多的变化身，那我们不是吓坏了，对，因为那个超出我们的业力所见嘛，我们就会见不到。那为了要让我们见得到，是不是就要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去理解，才能历史上也才能够有记录啊，啊、哦，我们也才有机会去怎样学习，哦。好，所以呢并不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南瞻部洲里头成佛的不是变化身，以为说叫做自信身，那是不对的、哦、因为呢在第546页有没有
这个瓷土的，就说它不是真佛或是假佛的问题了哈，会觉得哦，自性身是真佛，好像那个变化身就不是真佛，其实也不对哈。那其实佛陀也不过就是以化身的方式，在所余的处所里来怎样施作佛事嘛，啊，来让我们有机会去见得到佛陀，啊，佛陀的这种修行啊，佛陀的做人处事啊，啊，佛陀的言教身教啊，这是不是都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用化身的方式。那么来施设遍于一切占卜周中、哦、而且同时怎样佛出，所以变化身、哦、那么也是可以如此的、哦、就是说是在我们有限的那个眼界里头可以看得到能够、哦、跟佛陀来学习嘛、哦、所以这个叫做施设出来，是为我们这些凡夫小圣来施设哦，那这个如果不这样施设呢，就无法来教化，所以就无教了。啊，那一旦无教的话，是不是就无理了？佛陀就没有机会来宣说佛理嘛，对不对？佛陀要在这边来教化我们，就必须要跟我们共业才能共住，共住是不是才能教化？哎，才能够有教有理啊。佛陀的教化是不是就是要跟我们讲道理啊？哎，哦，佛陀所宣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真理法则嘛，就是因缘法嘛。哦，所以呢，这个哈、哦，就说讲到那在同样的这个南瞻部洲里头，难道就会有多佛的同时出现吗？那当然这些多佛的同时出现就不能限于什么变化身，对不对、哦、因为我们的变化身是我们所见的有限的，那其实属于受用身或者自性身来讲的话，那同时这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了，其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哦、好，所以呢在倒数第三行也是、哦、所以像比方说啊，在四大部洲里头，不能一个四大部洲里头不能同时有二佛的出现，就如同在四大部洲不能有多轮王。但是呢，我们说这四大部洲也不是只有我们这里才有，其他的地方是不是也有啊？其他的世界一样还是会有的呢。哦，而且呢，哈、哦，这里还有个颂哈、哦，在倒数第三行也讲，佛陀的这种维系的化身呢、啊。视入母胎、啊、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止佛陀化身入胎，其实像舍利佛啦、啊、也是在那个时，是不是同样那个时间空间里头也多处的在怎样入胎、啊、因为这个等于是佛陀的什么法亲眷属 啊都是共同有这样子的缘分来教化我们，所以不是只有佛陀一位而已，对不对？佛陀的这些圣弟子们是不是也要个别赶紧入胎啊，来出现在我们、啊、这个娑婆世界，在印度这里来教化我们、啊、所以不是只有佛陀在宣说、啊、佛陀的弟子们、啊、那么在生活上呢、啊、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呢、啊、佛陀如何的来、啊、来说法、啊、所以比方我们诶像法玄师父所开的中阿含经是不是都充满了那个佛陀那个时代的跟圣弟子们之间的一些对话、啊、一些观念一些行为不对的一些纠正、啊、所以有时候、欸、他们行为不对有时候也是一种化现、欸嗯、就为了要来教导我们嘛、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平等、哦啊、也都是因缘所成，也要有因缘、欸、众缘和那么也才能够怎样化现。好，所以第543页的本文后面哈，此中有颂，有没有倒数第二行哈，佛陀其实也是透过维系的化身多处来哈，多处胎啊，而平等都是为显一切种来成等正觉而转呢，对不对？所以不只是佛陀如此哈，
那么，所以那个这个一切种觉啊，也等于我们也讲那个像菩萨道上，是不是也是都是以一切智来当做他的道种智嘛？啊、哦，来当做道种智这些，所以不是只有佛陀一个人来，也要有这些圣弟子们来，然后共同啊。透过现身闻而光显如来成等正觉 来大转法轮嘛、哦、所以这些是不是都是属于什么变化身，而不是自性身、哦、而非自性身、哦、所以第543页最后面是不是为欲利益一切有情，发愿修行正大菩提嘛，毕竟涅槃、哦、不因道理愿行无果成过失故、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第547页有没有、哦、在入涅槃相来讲的话，那么菩萨求无上觉都是为了怎样利益、哦、利乐一切有情，所以呢他就发愿修行正大菩提，无非就是为了一大事因缘。什么的大事因缘？就生死大事因缘。佛陀所要讲这么多的这些道理啊，真理法则，无非要透过真理法则，是不是才能够让我们解脱生死的束缚啊？好、啊，那其实我们说，哎，还未解脱之前，其实就是先接受，是不是？啊，也是得要接受，因为这些生死也都是透过因缘的生灭嘛，啊。好，所以呢佛陀是为一大事因缘而化现在这里。好，那现在度生事业还没完毕，却依着毕竟涅槃而入涅槃去。好，因为佛陀也不可能长存啊。佛陀如果不与我们共业，是不是就无法共住啊？我们这边平均寿数啊，大概七八十岁，佛陀也只是七八十岁。那其实我们说，如果以佛陀能力，是不是也可以活好几百岁？但是在人间就无法存在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现象嘛。好，所以呢并不是、啊、他的那种大愿、啊、大的那种菩提愿或是怎么都能够随着佛陀想要如何就如何，不是，他是不是还要是跟我们这里的众生要能够相应、啊、就是说一定要是共业的状态才能够共住，共住才能够来怎样教化我们嘛。好、啊，所以呢就不会是这个没有限度的、啊、不断不断的一直教化、啊啊、并且后面也会讲到、啊、如果没有示现涅槃的话呢，我们众生不会觉得可贵啊，对不对？会觉得啊，反正佛陀永远都存在，等我有空再去吧，对吧？、啊、所以佛陀也必须要去怎样示现涅槃呢、啊啊，所以呢这以上是不是都是因为什么，就是用八个因来、啊、八个这个理由来说明的，就是说变化身并非什么自性身，并非自性身，自性身、啊、它会是跟真理的现象会比较契合，对不对？因为佛陀的法身就是尽虚空界的嘛，那是佛陀自证出来的，叫做自性身。但是佛陀为了度化我们而现什么变化身，对吧？现变化身，我们才有机会跟佛陀来学习。所以呢，必须要与我们共业才能够共住。哦，所以当我们所有共住在一起的人，其实都有共业的基础，凡夫跟凡夫之间了哈。但是佛陀为了要度化我们，也得必须某一个程度上面的共业。但是那是变化身，不是佛陀的那种自性身，这样可以理解哈。好，那以上是第五项哈，讲到变化身非什么自性身。第六项呢，解二身常啊，这二身就是佛陀的受用身及变化身。哦，既是无常，哦，云何经说如来身常？前面也讲哦，受用身是不是也是无常的？它也是会有生灭的，啊，那变化身更是如此。
哦，因为受用身也是必须要跟什么大地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是不是要共业、共同的业力因缘，才能够有机会教化嘛？哦，所以呢，必然有它的变化，哦，缘生缘灭。但是经啊、哦，为什么经典里说如来的身还是长的呢？哦，那此二所，此二呢？此二身呢、啊？所依是不是就是法身啊？没有法身是变化不出啊、哦，是不可能化现受用身跟变化身，对不对？主要是因为法身，那法身呢是长的。哦，法身是这个从无始劫以来乃至到无尽的未来，法身长存嘛，法身长存。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解释的部分了哈，在第548页，我们这二身所依的是不是就是法身啊？哦，法身呢，它是常住的，是常住的，所以呢，它的受用身跟变化身也叫做，也是常，啊、哦，也是常。那实际上呢，啊、哦，这些大地菩萨、大菩萨们，啊、哦，在众会人天等会见到，见到什么现身？现身的佛陀或入灭的佛，只是于二身，有没有？会缘生缘灭的二身，是不是都属于什么佛陀自证法身之后的所产生出来的什么受用身跟变化身呢、啊？哦，那导师用水跟波来做比喻，哦，水性呢，它是湛然不动的。水性它是长长久久的，水就有湿的特性啊、哦。那水性呢，比喻法身。那波在水上是不是会起波浪啊？那这波浪是因为有风的关系吗？小风就小浪，大风就大浪。那么就如同受用身跟变化身啊、哦。比方受用身是属于什么？大风大浪啊、哦。我们这个变化身属于什么？小风小浪好了，那波浪的体就是水，所以水是水的一种什么姿态而已啊？啊，水性它是常住的，波浪也不妨说它常，因为水性常住，所以波浪不妨说它常。但是波浪是不是一直在起伏、起伏、起伏啊？所以法身也就如此的体用无碍。哦，但是因为大海的波浪究竟是因为因风而起，所以波浪不是水的真相。受用变化身是不是也不是法身呢、啊？它不是法身哦，哦，所以呢，依这二身的字体来讲的话，等流身就是受用身，等流跟佛陀的法身有一些等流的状态，但不等于是，哦，因为受用身不等于佛陀的法身哦，对不对？哦，佛陀的法身是无始无终的受用啊，佛陀的受用身是不是有始而无终？哦，而且是可以有色相可见的。那佛陀的法身有没有色相可见啊？是没有的。哦，因为受用身是从他的自性身所流出，所以又名为什么等流身。哦，那这种等流身呢？那么就会有他受用了，法乐无修费啊，啊、哦，因为他受用呢，其实也是长长久久。因为虽然他有个开始，但是他没有结束哦。圆满报身是有始而无终，所以呢，受用身也可以常常啊、哦，可以长久的来受乐，啊、哦，让谁来受乐啊？登地以上的大地菩萨嘛。那变化身也可以说是常的，是因为它速速现起，啊、哦，来化诸有情事业，而且相续而不永绝。
虽然它过程是有变化有变化，但是它是不是也是长长久久，也是没有，也是不停的，对不对？佛陀可以示现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他很可能诶又示现其他的佛到其他的世界去啊，对不对？总说就是要度凡夫小圣，他就用变化身。虽然他细部的看诶他是无常的，但是长久的来看他是不是还是常的啊，因为他 无中啊，因为自信身他无中，因为这个受用身跟变化身是不是都从自信身所流出来的啊，所以这里也讲到嘛啊，如果以世人说某某某某人常失时的这个常失时，并不是说他一直不断的在失时，而是他经常经常的不断的在失时，就叫做常失时。而不是说他永远不变的在失时，他只不过只是屡屡失时，而且是常常失时的意思，这样理解吧哈。所以受用身尤其像变化身，他更是速速示现，他是不是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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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示现呢、啊？啊，我们在佛陀的这一回，哎，我们有机会去理解啊，虽然没看到佛陀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是我们也起码有机会看到佛陀留下来的圣迹啊，对不对啊？只不过他因为他速速示现而无尽，所以说他长，这样理解吧哈、啊。所以这个长也不是哦，一定要恒长不变才叫做长，而是说它是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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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直在进行，那也可以叫做长哦。所以这二身是不是还是长的、啊、哎，哦，是因为它长长久久哦，是无尽的未来哦。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